还有饮料，要去换饮料的地方哦。想喝冰的加冰水，想喝热的。他说这个加500cc就可以。哦，你们这个一定有特别。六月、七月、八月都很热，哎，这是。你要买公仔吗？袋子是1块钱。哦，不用哎。哎，你好。哎，不用，我有袋子。好啊。一个专业的品牌哈，绝对是。包容，包容，嗯，我们都是一个想改变世界，唯一不往包容，家里心意投入的，包容。那已经换一张了，他已经换一瓶，没有，我另外可以换这个，有，我需要这个吗？对，对啊，那这样就好了，很轻松，对啊，别讲安尼，他们要去，要去坐船了，不要。姑姑在跟你招手了，那个，赶快去。有柴油味，你这几样我这。对对。请问这个是环保船吗？电动啊。哦，电动还好了。好，先关掉。哎，去了，出去了。大哥，救过来，救过来。救过来，救过来。到这里。救过来，救过来。这个车子，这开起来真紧啊！好，那欢迎各位来搭乘我们东山河的水上巴士。哦 okay、好，那我们这艘夏至它可以吸收到2000多瓦。好，那2000多瓦换算家用电度只有3度电而已，3度电只能行驶30分钟。只能是啊。对对对。好，那我们这一艘船还蛮特别的哈，它是双船体的那个。设计好，所以你们搭乘起来啊，不会有什么摇晃不舒服感，好，很稳，很稳的哈。嗯。那我们现在所行驶的这一条就是东山河，那我们这边算是那个下游段的，好，算是下游段的。对，它整个东山河的流域有经过几个园区啦，好，因为它源头是在东山乡那边，太和跟关山之间，好，那源头就在那个新寮瀑布。新寮山、新寮瀑布就是我们东山河的源头。好，那我们东山河总长有24公里，那我们这边也算是快接近那个太平洋的位置。好，我们这边距离那个太平洋差不多5-6公里就到了，5-6公里。所以这边算是下游段啊，嘿。那我们这边呢，因为它是流向太平洋，所以这边的水深会随着潮汐有所变化。好，那涨潮的话，这边会达到3米水深的部分。好，退潮也有2米。好，那平均水深大概都控制在2米半。好，2米半。好，那因为我们这条河啊，它算是个活水，好，加上又掺了一些海水，好，所以我们这边的水有点半淡半咸。好，那这边的鱼资源种类还蛮丰富的，好，一下就走。好，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看到一些鱼的条黑鱼啊，它是鳌鱼，那个鳌鱼的，那个软可以拿来做那个乌鱼子，对对 对, 對。好，那淡水鱼还是以乌龟鱼居多。好，因为其实住在这附近的一些居民百姓啊，他们有些还是仰赖这条河为生，好，就是捕鱼啊、卖鱼。哦，真的。对对对，好。还蛮多的。这边乌鱼子也翘头鱼。是不
份的石斑鳕鱼都比较不好吃。而且说蚵仔鱼它的蚵仔鱼它是每年十一月的时候有没有？冬天的时候比较好吃，它的肉啊什么的会比较油脂。那个船比较好，量比较细又细水。水泥接地这边算起到前面的红桥，这整个区域都算是那个清水公园的园区。好，那整个清水公园园区啊，好，总占地有20公顷，好，将近21甲地哦，哈。那这边还蛮不错的，是因为它两侧的堤防，好，两侧的堤防包含园区里面，好，都是自行车步道。好，自行车步道，园区里面有在做出租，好，里面有电动车，有脚踩的。好，那整个自行车步道啊，好，下游可以骑到那个出海口，好，那上游啊，好，可以骑到那个东山火车站那里，好，那有一个园区生态绿洲。好了，不管是往下游或上游，它都有一个桥面可以做连接，让你们绕一大圈。好，现在来这个对岸这边。你有没有要钱？好，那我们中华河川呢？哈，它是完全由人工整治出来的，哈，它并不是天然的河川这一条，好，它是整治出来的，然后完全全整治出来。后来在当时啊，也算是啊全国整治最成功的一条河川，哈，最漂亮的河川就在我们东山河这边。好，因为早期的东山河啊，哈，只有现在的1/3宽而已，好，而且没有那么长，它以前是弯弯曲曲、弯弯曲曲的。积水比较不容易，好，所以以前早期只要下大雨啊，吼，这两侧都会淹水。好，曾经有一次淹大水。你这里划龙船起家？对对对，在这边举办嘛，哈，因为这一条河川呢，自从整治过后，哈，它也符合国际标准的划船赛道，好，所以很多那个大大小小的一些划船赛事都在这边做举办，好，包含那个帆船的比赛，西式划船的比赛，还有龙舟的比赛，都在这个地点哦，好，都在这边。所以你看到啊，哈，我们船头右手边这边呢，有一栋那个绿色、灰色的那栋建筑物，那栋就是那个划船的训练中心，划船训练中心。好，那这一栋呢，主要训练的是那个西式划船，好，西式划船用的碳纤维，好，所以造价会比较贵。好，这个总船它有分单人、双人、四人跟八人的。好，单人的话，哈，一艘造价台币就要30万的。好，那八人的，你看这一艘有没有比较细长？这一艘啊，这一艘台币要200万。哦，就单单一艘而已哦，哈，要200万的哈。那这边的船只啊，哈，这边的船只平常不提供给民众，开放给民众他们做使用。好，这边的船只都仅给那个学校的选手或者是国手他们来练习比赛用的。好，如果你们对船只有兴趣的话，可以趁着跑完节的时候过来做体验。好，跑完节的时候体验船只不用再额外付费。好，那跑完节有4种船只可以开放，有那个龙船啊，好，划龙船，好，西式划船，还有这个帆船。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独木舟。好，看到正在跑完有时候过来这边做一下体验了哈。嗯，是啊，因为7月6号跑完节就快开幕了，好，那现在里面正在赶工当中。好啊，如果你们在园区啊，可以在里面租个脚踏车哈，在园区，好，不用绕得很远，在园区里面就很漂亮了哈。好，那再来啊，这边就是划龙船当时的那个起点，就在这边。哦，哎，起点就在这边，在这边，那东西慢慢在拆了，拆蛮多的。好，那终点呢，哈，就在虹桥的前面而已。哦，哎，那整趟是500公尺。哦，看不出来这样有500。有500，有，还蛮远的。好，那前面那个虹桥啊，哈，就是我们东山河清水公园的地标。好像是地标哈、嗯，那我们进去还要买票吗？不用不用，清水公园没有收门票，它只有停车费而已。它只有跑完节的时候才会收门票，平常是不用的哈，不用再额外再付费了哈。好，那我们这边呢哈，你看这边的陶片呢哈，我们俗称龙鳞，龙的鳞片。啊、嗯，这边是黄橘色，这边叫黄龙岸。黄龙岸哈，那这边呢哈，青绿色这边叫青龙岸，龙头在哪里？你看龙头就是小山丘有没有？那一刻就是龙头。好，那小山丘后面不是有那个波浪形的阶梯吗？那个就是龙的须须。
好、哦，其实他们在盖这个园区啊，还有城里地。好、哦，那对过来这边是黄龙的龙头。好、哦，那青龙龙头向海，黄龙龙头回山。好、哦，就有城里地有说，期望南洋子弟兵出外打拼，哈、哦，然后成功回来故乡再教育着下一代。因为早期啊，哈、哦，宜兰这边算是农业大县，特别刚丢，好、哦，所以那个年轻的子弟啊，都往外飘，好、哦，去外面工作。好，那再来啊哈，两边的凉亭有所不一样啊哈，这边的凉亭它是半圆形的形状，半圆形，这个小凉亭有没有？好，很像文官拿的那个扇子。好，那、啊、这边呢，这边凉亭它是尖顶，嘿，好了，我们先坐下来一下，我们要住园区尖顶的，很像武将拿的宝剑。好，它有一个一个希望说宜兰子弟能文能武，好，文武双全。好，那我们即将进入园区里面呢、哦，好，那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祷告到这边。好，谢谢。进入园区。好、哦，它这个因为那个桥，所以它要降下来，不会违章。啊。现在都在赶工哦，比暑假同完节就很热闹。好，七月一号开始，七月六号，七月六号，做小朋友好多。我们等一下要坐一点钟的船回来，可以在这边，啊，在这边逛。现在这里都在整理，因为到七月六号来这里就是骑脚踏车，谢谢用砖厂。哦，一个船那个可以升降，第一次。到上面去坐，是是是是。你骂了爹哇？爹龙。This way。嗨嗨。然后我讲不出名哦 ，Yes。我们以前带我公公哦，哈，还那个花，哟，真的没有看到那边。高敏丽都被。哈喽，我的。这张很好。啊。大紫蔷薇，金头毛的平息了。旁边有一个那个水道，就是旧的东山河，旧的，它就是很窄。那
第二个就是拓宽，从上游下来就是80、90、100，越做越宽，主要就是让它蓄水量够。然后这里这宽度大概是140公尺，到了出海口2公里的地方设了一个水闸门，主要是要避免海水倒灌，那个地方宽度拉宽到260公尺。第三个工程就是把它挖深，好，从上游1米、2米、3米、4米越挖越深。第一个让它海水升降之外，让它蓄水量够。最后一个工程就是把堤防再垫高1米多，早期的堤防大概2米多，现在大概有1层楼的高度。现在东山河整治完之后啊，变成我们东宜兰最漂亮的一条河。嗯。那我现在介绍的庙，就是跟这个河川整治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产生的一个庙，哦，这个很特别哈。本源庙还没到，我先讲。我们现在看一下前面的右前方，啊，前面有一个红色屋顶，哇，屋顶里面有。现在小小先生，那个庙啊，全台湾只有3间。那个就是要镇住河神的庙，那个庙的主神叫做姜子牙，姜太公，小声一点哈，尽量不要撞到。那为什么会那个庙会产生呢？因为当初的绝湾取石啊，到了前面那个庙的地方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因为我常常淹水，那个庙啊，要怎么样？那个不是那个社区怎么样这样搬走要迁村的话？经费啦，还有花的时间啊，补偿都要花很多时间跟很多精力，所以没办法直接从人穿越过去，所以就从原来的河道左转过关。我们刚来从船一来的时候，等一下会有个左转，这完全是马大的分道，所以就造成这个叫做河冲。有了河冲就是一个正面直接从正面冲撞，有了河冲，因为我们上游若水太急下来的话，水会淹过去。虽然没有从这边直接穿越的话，但是住在后面的社区的一些居民反而更担心，因为早期河道很窄的时候就已经淹水，淹得非常严重，所以他们就请来了这个庙的主神，叫做姜子牙、姜太公，坐镇在这个地方。好，来各位看一下这个庙，它的特色在哪里？我再介绍一下过一趟。讲说它上面两条龙特别的栩栩如生，有人讲说它的门呢、设计的很特别，就我现在讲的都不对的，都把这个先我就是要你们猜对，现在要引导你们猜对的。啊？懂？好，那个门好门只有屋顶没有墙。好，公布答案好了，好不好？它前面是这个庙，它盖的位置，它盖在哪里？楼梯啦，该在河旁边嘛，对不对？河旁边在堤防里面还是堤防外面？里面。为什么会堤防要垫高？主要就是淹水嘛。你知道我们台风天一来，水淹多少？比我现在站的位置还高。那这边？那个庙，哎，对呀、啊，现在我站的位置。看不到了。啊，这个庙被淹掉一半。庙淹掉了。啊，这就是重点啦。那这个庙明明知道，因为堤防里面是因为是水线区嘛。所以不能有任何的建筑物嘛。那为什么庙还盖在堤防里面？就是它的特色。姜子牙、姜太公这个庙里面桌子底下有一块石头，叫做泰山石敢当。这个泰山石敢当的由来怎么来？你们知道吗？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Google， 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哈。当初封神榜里面有108个好汉，就是姜子牙在封的神位，连他老婆他都把他封为扫把星，各位知道吗？其实姜子牙当初很想要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很棒，叫做玉皇大帝。所以把玉皇大帝留在后面封，可他又不好意思，他跟这些108个好汉说，他就其他神都封完了。就有一个人非常的调皮，叫做张友仁，特别躲在桌子底下。结果他众神封完之后，众人就问呢，请问姜太公，这个玉皇大帝封那么久还没封出去，请问他到底要封多少？就姜子牙想要又不好意思直接说，那就跟各位不用紧张啊，自然有人，自然有人。就那个张友仁听到说，哎，感谢姜太公送我玉皇大帝的位置，所以张友仁就把玉皇大帝抢走。所以姜子牙后来真的没有被封任何神位，不然他就搬了一块石头。很有意思，他又叫做门，又叫做梁，到处为止。所以说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啊。就要上梁的时候，一定要请姜太公祭拜姜太公，就是避免鬼神侵犯。好的，重点就来了。
它既然就叫梁城，你看这个庙的前面的屋顶的横梁的高度跟后面的堤防高度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告诉河神说，我姜太公在此不得超越我，不超越后面就会淹到水，它就镇住河神的功能。这个庙叫镇河庙，这个庙现在这啊都是镇住河神，我讲的镇河神的啦。他是姜太公吗？姜太公他在山上也有，他是镇、哦、看是要克制什么样的神啊、哦、各种庙都有，他是镇河神。台湾海水流出去了，海水涨了，海水倒灌。Yeah.没有吗？有了，有了，看，看，看。看，看，看。有了，有了。你讲啥？爆米花了。啊，这里面就有，那里面的。哎，他公可以吃爆米花。那东山河的鱼哈，在每年的六月哈，十一月开始到六月这个阶段的冬，对，乌锅鱼特别好吃。第一个，哎，没有臭土味。第二个呢，因为它泡过海水之后，它的肉质是最棒的。好、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抓鱼、钓鱼、网鱼。啊，唯一不能做的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不能电鱼，啊，那个电鱼会电死自己，啊，那个电车是比较强。第三个，不能毒鱼，不能下毒，啊，会破坏生态。第三个就不能游泳，因为这里的水非常的深，平常会钓鱼都在桥底下了。那今天没有钓，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我们桥旁边曾经发生过两个不应该发生的意外。有几个钓鱼啊，这天气不好了，就钓鱼被雷击中。嗯，该知道。哎，夜路。哎，真的哎，夜路。可以看两边的刻度啊，它是要到八十。另外一个点。它挡的为什么比较亮？啊，就 OK 了。那船家基本上有亮红灯，我们船家停在外面，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可以进去啊，什么？对，但我在想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刻度？我以前看到八十。八十，你最看它八十有亮很显亮。对。他打的是在地下卫生上来，我以前就是在那边想说为什么要停。没有问我都已经讲出来了。好，那我们简单说到这边。好，谢谢。哇，这头是我们的东山河，对啊。哎，有在演戏哦。他每天哦，今天你也关系耶。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可以先让他坐上去，坐上去下来会比较好下来。哎。